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。哎，抨击丑恶，藿香正气啊。怎么还有药材呀？这里怎么说？弘扬正气，弘扬正气。对，一看这个人就是个过日子人。怎么呢？上来先叠被子啊！这嗨，这个乱我给收拾收拾。真好啊！支持你永远，谢谢您。支持到你死，哎，支持到年底。我年底就死啊，您这是捧我呢吗？就支持您一辈子吧。那我谢谢您呢。虽然说行业不一样，但是我的心是火热的。哦，还行业不一样。您不是说相声吗？哎，这玩笑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我怎么能是说相声呢？哦，那你咬疯了是怎么着？怎么了？不是说相声的有什么这么可乐的呀？不就是你怎么能误会成这样呢？啊，不是，那您是干什么的呀？啊，我是个军事家。这个军事家怎么嬉皮笑脸呢？您站稳当了，您下去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您？什么呀？您这是敬礼，呼，两边都能来。不，我要给您扔块面包也能接着吗？我是没带着我那迫击机关枪。哎，什么武器这是？我秃噜成筛子，我告诉你们。不是，您这都不是正经，这什么呀？您这军事家，军事家，大军事家郭德纲。嚯，我。军事家都楼了，就是我。哎嘿呀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哎呀，您是军事家，从事军事的。哦，当然你可能不太了解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水有源，树有木头。哎，什么词儿啊？水有源，树有根。这是当初世界各国嘛？啊，因为这个有很多恐怖分子。哦。那搅闹的世界不安全，现在也有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人呐，他们就出了这么一个国家还有法人呢，负责人叫什么？首脑啊，守着这碗豆腐脑啊。哎，这帮恶格呀，啊，守着这碗豆腐脑干嘛呀？就找出我们这些个在军事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，嗯，聚在一起加以培训。哦，还培训？哎，我们那个老师很了不起。谁呀？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五星上将了，怎么詹姆斯下士？上完将他得下士卖去。嗯，好嘛，这位是卖黄将的。清晨起来，学员们都站好了上课，詹姆斯站头一个。啊，哦，看看学生都站好了，还都站好了。弟兄们，麻利儿的站好了。国民党啊，这是三老四少，各位老大，卖大力丸的哥几个聚在一块不容易。嚯，好好的学习。哎呀，关键是这仨字儿，好好学习。这一个都不挨着这个。关键是仨字儿，好好学习。告诉你们啊，世上本来就没有路。哦，走的人多了，嗯，有路也他妈没用。哎嗨呀，没说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说点，你怎么他得说英语呀？詹姆斯上将，拒绝用英语交谈。怎么呢？我起过誓。哦。中国队一天不得世界杯，我一天不过英语四级。哎，什么事啊这？嗯，啊，这没事起这事干嘛呀？哎，这儿训话。哦，训完话了，唱校歌。还有校歌？都站好了，哦，部长，预备，唱。你本是宦门后，哎，上党的人品。是真秀啊！别唱，打住吧。嗯，这歌里边还带问话的，怎么了？不是，
他詹姆斯上将唱评戏的校歌，这是校歌，必须得唱。嚯，知道吗？嗯，上头有文件，还得真唱，知道吗？哎，这嗨，这是给春晚说的，那是。嗯，跟詹姆斯上将没关系，你不要连累我。对，啊，您也有怕的地方，你这一脑袋汗就吓了。说这个事儿，这集中训练培训，哦，希望我们这些人以后保卫世界和平，知道吗？你们保卫世界和平？对了，对了，一百来人啊，知道吗？上课这儿一毕业，嗯，当时全解散，走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这不像话呀！怎么呢？费这么大劲学习，完解散了。你没有地儿接收我们啊？哦，全不要，没地儿接收啊。哦，英雄等时机，哎，那倒也是。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地。哦，有志向。这两句什么意思？哎，您不知道，您跟这说什么呀？我听说书里有这么两句。哎，那行了，您就别说了。我等待我的机遇。是啊，其实我内心很悲哀。怎么？我的伯乐在哪里？找不着啊！肉的理想，白菜的命，大差离格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的伯乐在哪里？找伯乐。我的机遇在哪里？哦，啊，我是有志向的。是，给我一根杠杆，嗯，我给你10块钱。哎，你这买棍儿来了是怎么着？我会成功的。是啊，后来机会来了。哦，找着机会了，不时下岗了。那是下岗了吗？老百姓都说吗？说什么呀？南来的，北往的，奥巴马顶替下岗的。哎，这嗨，啊，老百姓的顺口溜就别听了。哎呀，奥巴马一上台，好样的。那是好。新总统上任3把火。哦，他也烧。为民办实事。对。第一，嗯，严厉惩治黑摩的。这是奥巴马干的。第二，不许路边烧烤。嚯。第三，取缔小剧场相声，啊，奥巴马掉曲鞋去了。嗯，你照词儿说吧。废话，什么词儿啊？知道吗？哪有奥巴马的事儿啊？如果这三样他做到了，啊，他准备顺手再弄弄世界和平的事儿。哦，这都烧在手呢。找半天没有合适的人呐。嚯，那他那单位叫白宫吧？是吧？在那儿办公啊，在那儿办公。他那儿有一个上任留用的老秘书叫王富贵，我听说过这人。嗯嗯嗯，王富贵，王富贵跟奥巴马说，哦，这您得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才，知道吗？这王富贵添毛病了，你必须的。哦，找一军事方面的奇才，还出主意呢，知道吗？中国北京有一高人。他介绍郭德纲。是啊，啊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嚯，哦，上炕认识娘们，下炕认识鞋。哎，好嘛，您就这能耐大着呢，找他来平定世界，您还你世界和平。嚯，哦，找我吧，来吧。难了，怎么呢？我是个有身份的人。您呐，哎呀，不好找。我而且我连通讯工具都没有。哎，啊，没有啊。那找我就得大声喊，嗯，光喊就能找着您，就有时候就找不着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根本找不着啊。嗯，那天啊，啊，那跟我街上，我跟街上正买酸奶喝呢。哎呦，还喝酸奶？酸奶喝过吗？喝过呀。你喝那都皮儿的，是皮儿，小瓷皮儿，对吗？对呀，啊。我们现都喝那带果粒儿的那个，这也喝过大果粒儿的酸奶。嚯，有荔枝提子的。对。橘子椰果的都有，苹果什么香蕉什么的，是吧？是是是是，给我来个，嗯，海带苦瓜的。哎，没有，有拿那玩意儿做酸奶的吗？再来个腰子肥肠的吧。哦，腥气东西都碰一块儿了，您这个。我这正喝着呢。哎呀，啊，嗯，身后有人喊我，嗯，郭先生，哦，又来了，嗯，眼熟啊，啊。都是留用的啊，这娘们见过呀。啊，也亏您这记性，忘却了哈。是啊，大美人，问问吧。金发碧眼，金发碧眼，估计金发碧眼。郭先生，这个今天我和你谈点事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
金发碧眼吗？不是，怎么瞎子呀？你糊涂啊！啊，金发啊，金头碧眼呢？闭着闭着眼了吗？这不是？哎，对，哦，这眼睛还没治好呢，合着。嗯嗯嗯嗯，找我。哦，先跟您说点事儿吧。哎，啊，说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这个您现在忙不忙？哦，问我忙不忙？娘们会客气了。上回来是直接说正事儿的，文明礼貌嘛，啊，这也学。啊，郭先生，嗯，你现在忙不忙？啊，您告诉他啊，我忙极了呀。哦，忙，事情很多嘛。好啊，工作都忙不过来。嗯，最近生活得非常好。是吗？低保办下来了。哎，哎呀呵，哎呦，丢不丢人呢？您这暂住证也换完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知道吗？您跟人说点上档次的行吗？哦。啊，那想跟你谈点事儿嘛。哎，我说事儿吧。啊，我你来吧，那咱们找地儿坐会儿吧。哦，找饭馆找哪儿坐会儿吧。吃饭有身份呢。对，这个大姐，哎呦，嗯，叫大姐不合适啊。对呀，啊，这人叫老了。是，小姐也不能叫。哦，他万一收费怎么办呢？哎，您去这场合还不少。嗯，叫同志。同志，可她又是个女的呀。什么同志啊？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您上网上多了，知道吗？没怎么上，就看点相片啊。哎呀，嗨，这就够可以的了。叫什么呢？啊，你的日本不是什么的名字？你的，嗯，我那内幕什么什么内幕的干活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对，你就问人叫什么 ？My name is。嗯，我这个意思。嗯，我叫。傅宽师，傅宽师，石傅宽，我师傅啊，这个，我师傅是这女的，这人赶寸了，赶寸哪有那么寸呢？傅宽师啊，这挺好，这人主动说行啊，你要问可不行，是吗？社交场合啊，啊，社交场合碰见女的，哦，碰见女的不能问人家名字跟饭量，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能问人岁数，哦，不能问岁数，啊，是吧？名字跟饭量谁说呀？哦，我纳闷没闹清楚，我看他坐在那儿，啊，气质很高雅，是吗？这烫了头，呵，啊，翘着二郎腿，哦，还翘，手搭在这儿啊，嗯，眯虎眼瞧啊，啊，还闭着眼睛啊，你看手上还刻着那花，啊，那叫纹身啊！哎呀，纹身，这是有身份的人，有纹身就是有身份的人，纹身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。什么话这是？纹身？看他这儿纹着，啊，纹着俩中国字儿。什么字？小梁，大小的小，良好的梁。那肯定有意义。这小梁是你男朋友？这也 no， 不是，这是个恨。这闻得太远了吧？这个，这谁给闻的呀？这是，去退钱去吧。哎呀，退钱去吧。到中国消费这么一次还上当了，多一点儿呢。什么乱七八糟？恨字还有利刀呢，是吧？嗯，说这事儿吧，啊，说这事儿，来吃的说吧，一边吃吃的说，饭都来了，吃吧，啊，哟，他高兴坏了，是吗？这外国人吃过什么呀？中国菜，哇，哦，美丽的中餐，爱吃，我最喜欢中国饭，是吗？太丰盛了，都有什么啊？红烧牛肉，嚯，香菇鸡块，哎呀，麻辣排骨，哼，真的太丰盛了，真好，我都不知道泡哪一包好了，方便面呢，都是。没吃过什么好的呀，这也，嗯，全是面，吃吃吃，连吃带喝啊，啊，吃喝，把它美的呀，没吃过面，嗯，他吃吃喝汤，哦，哎呀呵，我都看不见了，不至于的，嗯，说吧，啊，咱这事儿弄吧这，哎，很好，怎么这么说事儿？那个总统上任了，是啊，奥大爷让我找你，嗯，奥大爷，哦，我说那布爷呢？啊，布爷去了，嗯，去了，去了。呵，让你去平定世界。哦，啊，这个有恐怖分子。哎，对，我说你给多少钱啊？还是钱？给多少钱？嗯，1000万美金。哦，一样的价。1000万。嗯，你为什么出了一句这个话呢？这个。
1000，我听着耳熟，耳熟能详吧。1000万美金要换成越南盾，等于撑的是怎么着？就没事拿美金换越南盾玩，我就能数到死啊！这好嘛，然后我再叨叨成泰铢啊！图什么呀？就闲的呗，是吧？嗯，我说那行，来赶紧签合同。哦，签合同。他带着纸呢。哦，我这一伸手啊，我打后边抻出一杆笔来。哦，你这笔插后头。腰上。哦，腰上。嗯。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腰上呢。嗯。哦，我以为说腰上了。你要没事跟我出去，给我带笔吧。我呀，您就签合同。签合同。哎。给我一大麻包钱，嚯，都扔在这儿了，那不少。10号，哦，你到机场，是到机场啊，然后那儿有飞机接你，哦，飞机等到美国去，好，嗯，他这走了，嗯，我说你怎么走啊？啊，我坐300，哎，对了，美国人不认识别的线儿了，我说这门口没有，啊，有一辆区间的，哦，对。也是嘛，他来过一趟了嘛。嗯，为什么要说个又？他这走了。嗯，我把这包打开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活活没死。怎么了？都是钱。哦，这么些个，我哪儿见过这么些钱？才钱多。我怎么能让他们知道我有钱了呢？嗯，我抓出钱来，我叠叠，我叠拼好了。哦，我叠个帽子戴。我戴一钱做的帽子，走到街上，他们就可以知道我有钱了吧？那是忙活半天呢，啊，叠好了戴上，是上街，嗯，他们都笑话我，为什么呢？也怨我，怎么不该用50块钱的？啊，绿色的是吧？哼，疏忽了，哎，对，疏忽了，随性子，嗯，哎，用帽子吗？你得说加油。带着笔呢。啊，回家吧。嗯，跟我媳妇儿说说。嗯，庆祝吧，这么些钱了。对，见过媳妇儿吗？没见过。漂亮着呢。是吗？大高个，四方大脸。哦，精神，大眼珠子。嚯，哦，黑灿灿的。哟，他是没胡子啊，有胡子跟张飞似的。对，还是那位。嗯，怎么老录这句啊？对，多新鲜的，您还没离婚呢，证明。嗯。这新事儿，这都是知道吗？哦，对，新事新办法。哎，真事儿，这都是。说了哪儿忘了吧？介绍您媳妇儿，一说这事儿啊，咱们发财了。好，这我回来之后1000万美金弄好了啊。嗯，存折子里边，嚯，打俩木头箱子，换零钱，马了铺底。哎呀，开公司做买卖，这个我来一大桌子哦，后边一坐啊，卷好了烟啊，一抽，嘿。雇10个人往前一站，啊，都带着红箍，带箍，我挨个卷他们干嘛？我上班嘛，上班，哦，这就上班了。哎，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，为什么？我媳妇儿扫厕所的。哎，嗨，这儿报仇来了。安顿好了，啊，一看人家让我10号去，是，这都1号了啊，赶紧走。一啊，赶紧走，早点了。我说这走着去，走着上机场去。哎呀，到机场，啊，找没有。没有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没有飞机，啊，这着急呀，啊。嗯，扫去扫去吧。是，找一公共电话给打电话，嗯，告我了。那，no， 南苑机场，嗯。哎，这好嘛，这得走错了。你跟那开飞机的说啊，等我几天啊。啊，哎，这好，得走到那儿得几天？嗯，走到南苑机场。哦，南苑机场清静啊。哦，军用的。是，你看那直升飞机，哦，等着我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顺梯子上去。老黄，哎，还是你啊！这位又来接您来了，啊，这叼着烟卷，哦，等你好天了。好嘛，这么些年这肺癌还没得上呢，还抽呢。你摇这窗户，哎，嗯嗯，这美国这飞机还不改良呢，嗯，还摇玻璃，戴上白手套，嗯，大皮帽子扣下来，哦，啊。这坐好了啊，坐好了，嗯，我后边有马扎啊啊，好了，坐好了啊，马扎拿着腿卡着两边哦，省得给我绊上啊，呵，来着这把啊，嗯，走吧，呵，我行了，哎，这又行了，怎么了？嗯，他屁股底下有一绳头啊，嘶，又起来了，好嘛，柴油飞机，嗯，
你们家有柴油飞机？废话，蹬绳子头那都是柴油的，知道吗？我这个瞒不了当乡人啊。这什么当乡人呢？飞机起飞了，从上往下看，哎呀啊，大好的河山呢啊，飞起来了，哎呦，太可爱了，山河壮丽啊，哦，那么高啊，摇小玻璃啊，嚯，这太恶心了，这个我运高。运高就别摇玻璃了，那就我就吐在这儿看着更恶心。对，那吐外边别人看着多恶心呢。开啊，开十分钟。飞机缓缓下降，到了，加油！我把这茬儿忘了。你看看，还得加油啊！哦，你想到了？没想到，加油！加油站就开。嗯，大姐那儿喊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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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啊！来加30块钱的。嗯。油箱小啊，嗯，跟饭盒那么大，嗯，拿过油枪来，嗯，咵杵里边，嗯，赶紧拔出来，坏了，40的了。哎，好，能加40的感情、啊？哪领的报纸啊？还有报纸？哪领报纸？嗯，哦，改地图了，有地图、哦、啊，地图都行。这儿开出来一蹬绳子，嘟起来了，有油了吗？哎，飞了一个钟头，嗯、啊，他回头问我，是，你去过美国吗？嗯，哎，去过，没去过，你去过吗？一帮不认识道的都不认识，要不咱落下来听听道得了啊，问问啊。这一捏扎停下来了，还是这个，哎呀，很荒凉吧。哦，很荒凉啊，西部一瞧那儿，嗯，老大爷那儿种地呢。哦，美国也有农民，问是农民伯伯您好啊，这啥呀？东北不是美国吗？嗯，铁岭。嘿，好嘛，到赵本山他们家了啊。铁岭吗？那可不是。不是这我问道，你们这有负责人吗？啊，明白人没有？哦，明白人都上前门那唱二人转去了、哎，这好嘛。嗯，回来。哦，上飞机。对，上飞机。这他那鼓的仪器呢？有仪器，指南针、指北针、哦、指东针、指上针、指下针。那管什么用啊？不是你这太落后了啊！咱们呐啊，扔鞋吧。早就该这样，知道吗？嗯、扔，嗯，靠，嗯，那边那边，走走，上次就这么蒙起的，嗯，蹬起来，嘟，飞吧飞吧，嗯，飞了6年多，嚯，啊，加了100多回油，嗯，到了，嗯，一看底下美国机场，真的，横幅还有呢，写着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，哎，对了，还是得没换、嗯，下来吧，嗯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样？这刹车坏了。这个一样错误不能犯两回，知道吗？刹车又坏了，停不下来啊。是啊，我说师傅啊，怎么办啊？嗯，他乐了，是我把腿摘起来，你把腿搁外边秃噜着，这好嘛，哎，长记性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说这玩意儿别人都不懂。哎，转了2圈终于停下来了。是是，下飞机，嗯，白宫来人接我来了啊。哦，戴着鸭舌帽，穿着制服，夹着皮包，还是这扮相、啊。哎，郭先生您好，嗯，等您好些年了。嚯、嗯，我说那我那车呢？接我那车呢？嗯，您等会儿，这就来了、哦，上这车，单号车，得上单号车啊。这就是正日子，单号啊、嗯。那儿也单双号是吗？我、哦、说你们这单双号，对对对，哦、我们是交通管制，50年一个周期、哦、啊，50年。50年怎么分呢？前25年单号。嚯、嗯，双号车就扔了吧。嗯。那些废话。25年不许开。嗯。开走吧，走、嗯、往前走，走开。啊。前面收费站。哦。啊，司机，自己人收费站的，收费。哦、嗯，白宫了。啊，自个人不收，不收钱啊。不收钱。自个人不收钱啊。嗯、哦。过去了，到白宫，哎呀。嗯。大门口。嗯。一大帮人那儿蹲着了啊。是啊。啊，背着包的，抱着小孩的。哎呀。美国记者。媒体，这又是记者。媒体，嗯，我想了一想啊，啊，你们是卖盘的吧？哎，对，上回就让他们给蒙了。嗯嗯，往里边走。哦，这里边当中啊，洋灰池子、假山、哦，刺水。对，那大爷带着红箍还跟那溜达呢。呵，大爷还没死呢。嗯，身体健康，嗯、身体健康。这儿挂着大横幅啊、哦，要想富，先修路，少生孩子，多种树。哎，这又是一个。标语迈步、嗯、迈步上台阶儿，参议员的叫什么都等着我呢。哦，里边请进来，一位里边请。还是脱光的是吗？脱光干嘛呀？洗澡堂子才这么喊呢。啊，
干干净净的嘛。哦，进去我没见过呀。是啊，没见过这位总统。哦，老奥呢？老奥巴马在这屋呢。嗯，这一推门是。呵啊，看见我了，我也看他了。哦，四目相对，他很激动。他说：“你咋才来呀、啊？”好嘛，奥巴马跟布什是同乡。嗯，不是布什那个教汉语的那倒给他了。哎，对，都是留用的。那一个家教啊，管两家。嗯，哎呀，我说这个见到你很高兴啊。你看这等我好几天了吧？啊，等好几天，你都晒成这样了啊。哎，这是晒的吗？这。啊拿回去啊！对，没在外头。哦，拿，坐，是，嗯，坐下了。嗯，看那女秘书过来了。哦，何先生，嗯，喝咖啡吗？喝、啊，喝咖啡。当然咖啡 啊！对，非喝咖啡不可啊、嗯！要香菜吗？啊，什么呀？咖啡里点香菜？哎，少来。什么还少来？啊，那个有小吃吃点不？好啊，汉堡，嗯、啊，三明治，哎，鸡蛋灌饼啊，哎，都有。来汉堡。哎，吃汉堡，来汉堡，带醋碟来，快点。嗯，汉堡蘸醋吃啊？嗯，这吃着喝着，什么口啊？我们俩聊着，我说怎么样啊？嗯，不中，可是不中啊。不中，不中，咱就别河南话，咱就普通话得了啊。就是现在这不好弄。哎，小陈啊，恐怖分子可多嘞。哎呀，行了，咱翻译过来怎么样啊？嗯，你能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听啊？哎呀，我说这个简单呐，是不就是恐怖分子吗？哎，我说你这有城管吗？哎，干嘛呀你啊？不干啥。嗯，借我3000城管，还你世界和平。哎呀，嚯，好嘛、嗯啊！您说多厉害吧？我们俩这是探讨国家大事呢。是啊，外边叮当叮当。那怎么意思？枪炮响，打起来了，恐怖分子来了。哦，太不给我面子了。是，我在这儿，你们就敢胡闹，胆儿大，我得出去教训教训你们。您去，最好你们一人先买一盆站在里边，干嘛呀？省得让我把你们骂化了。哎，对，嗯、您有这能耐，我们大伙都知道，是了解我的。迈步往上面走，嗯，硝烟弥漫，哦，这打着我怎么办？是一低头，地上有一钢盔，哦，德国钢盔是吗？大帽小檐，白的红花，好，扣了脑子上，子弹打过来没事儿，嗯，我正高兴，我媳妇给我一嘴巴，是半夜不睡觉，顶个痰桶，你美什么呀？你这做梦呢、啊？